哈士奇大富家选 B 格犬啊，咱先进去看一下他家的哈士奇。咱这是今天又到哈士奇大富家了哈，还是帮粉丝选一只 B 格犬哈。看到没有，这全是他家的中母，他家的大狗哈，这一只是鸳鸯眼哈。如果是在一个家养，是不是非常害怕哈，能把家拆得一点不剩哈。像这一只应该是他家的种公，看没有，骨量也非常大，应该是他家的哈士奇种公。像这剩下的应该都是母狗，这个应该也是公的，公的一般成年要比母的体型漂亮的多，看没有，全是哈士奇。他家300多条狗，有100多条养的是哈士奇。前两天刚在他家拿了一只比格犬，看到没有，关着的到处都是哈士奇，看到没有，还有金毛、拉布拉多，主养这三个品种哈，全部是养的中型犬，看到没有，这里面也都是哈，这是拉布拉多，这边牧、比格，这也是哈士奇哈，咱还是再去看一下比格小狗哈，哎，你看这个小眼神，你想干啥？看，拿出来了哈，刚才给大哥在里面开视频，然后大哥选了这两只，然后刚才又仔细的对比了一下哈，选的是这一个，肥一点大一点的哈，这两只都是正开脸，看到没有，这个是满背哈，这个也属于也接近满背吧，不如这个后背更好看一点，看到没有，满背正开脸，非常漂亮哈。这都是三针育苗齐全的了，他家有2针育苗的，有3针育苗齐全的，特别小的还有做了1针育苗的都有哈。幼犬现在20多条，还有没有喜欢的？喜欢的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哈。还有